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炳顺，我是张俊宏，是余尔徐凯，是徐超明，我是 Jeremiah 李培森，我是 Wendy 吴丽仪，我的名字叫苏维庆，来自马来西亚残疾乒乓球队，马来西亚羽毛球选手，我是前国家跳水队的运动员，我是奥运跳水选手，是现今世界排名第一的垂直马拉松选手，我也是前马来西亚国家体操队的选手，曾经在柔佛州州队的羽球员。运动和美食都不可辜负，越是挥洒汗水，越要大快朵颐。活着黄金之路，7月7日起，每逢星期日傍晚6:30，八度空间原创最霸播出。你也可以下载 Dom Dom App 收看哦。